就是这里，你们两个跟我进去，两个回去。 少侠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笑的笑话。你不是已经死了？哈，死了就不能复活的？各位不是来寻宝的吗？咱不去找啊？难道宝藏有脚，自己会送上门来的不成啊？哈，既然入口已经封死了，大家都成了过河卒子，只有拼命的往前走了。好了，我教你们了，把宝藏图拿出来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 哎，对呀，有道理。快快快，拿出来！照着地图上看呢，就算一时找不到宝藏，也一定有出口。哈，说不定运气好啊，出口宝藏就在一起了。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有道理。大家小心一点，前面说不定有更厉害的机关。哈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？谁先找到谁先拿呀？啊？哎，对，有道理啊。对，有道理啊。你为什么要鼓动他们？ 哎，有人替你打头阵，探路还不好啊？是不是？这种财迷心窍的人呐，死活本来就该自己负责嘛。哎，我们走了，走。哎，助理，助理，那我们也走吧。走吧，我们走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在这里。 把图上的迷宫路线和口诀记熟，可救你们两条小命。走，生门，不行，生门危险，都死没，走。 什么啊！你也没把握，你那张地图呢？什么没把握？你看我胡撞乱撞的，没碰到什么机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有信心嘛。早就知道逃出迷宫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无可奉告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上次我还差点杀了你。我们本来就不该救你，移花宫的人没一个好人。是啊，我可没救你啊，是你自己死皮赖脸跟着来的。 有阳光哎，快快跟我来！啊，小心有机关呢！啊，小心我有机关呢！啊，快走！啊，差点就可以出去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哼，怎么办啊？ 坐这等死啊！你说什么？我们三个人的功力加起来都不行吗？这个洞这么窄，怎么出力啊？请你跟江兄就出手打我一掌，务必出尽全力，越重越好。就拿我当仇人好了。你本来就是逼走我爹的仇人啊！哦，他是想。
想用移花接玉功和我们三个人的力量推开那块石头吗？江兄果然有见识，就怕你的功夫练得不到家，要是被我们两个打个三长两短的，那移花功非找我们拼命不可。两位运足了气，出手吧。果然有点门道哎，可惜只有我们三个人逃出升天。不对，还有一个江别鹤。不可能，刚才我明明看见他是第一个人中机关。哼，你不信啊？我可以跟你打赌，第一个走出迷宫的人呢，就是江大侠江别鹤。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突然间又多了几张宝图，又多了那么个怪人，你说怪不怪啊？所以我说啊，这根本就是个骗局，他想把江湖高手一网打尽。那么那个主持人，你们说是谁呀？他就是那个江别鹤。两位太武断了。江南大侠江别鹤为人正直，急公好义，侠名享誉江湖十多年，怎么会陷害武林同道呢？你不相信啊？好啊，一块儿到江家去看看，不就明白了吗？少主，说好了，我可不跟移花宫的人同行。你到底走不走啊？江兄，无论如何，我很高兴你还活着。阿弥陀佛，江大侠伤势这么严重，还是多加休息吧。江某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我一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同道和好友没有回来，我就心如刀割呀。没想到地灵迷宫宝藏图重现江湖，居然是一个圈套。我江某人不但没有能够阻止，反而带着大家进了望死城，我真是罪魁祸首，我愧对江湖啊。江大侠，你不用自责，迷宫虽然厉害，不过能进去的都是黑白两道的高手，也许对，也许大家只是被困住了，未必有生命的危险呢。玄慧师太跟刘掌门人说得不错，可是救人如救火，事不宜迟啊！我来带路。江大侠，您的伤势……我的伤势算不了什么，我不能够再看着大家去冒险了，我却置身事外呀！哎呀，江湖同道会陆续来到，江大侠应该留下来拦住他们再入迷宫。江大侠就等着听我们的好消息吧。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江大侠，身体要紧啊！我没有想到各位不但不责怪我，反而这样抬爱，那么你们此去可要珍重，受我江某一拜。江大侠，江大侠，真是精彩，真是动人呐！哎呀，我简直太感动了。请问贵姓大名？哈，名字不重要啊，我呀是受了你的骗，跟着各路英雄啊走进迷宫去送死的无名小卒。你，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何出此言？花公子，花公子，你已经平安的回来了。有我带路，他当然平安了。张大侠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其他的人呢？凶多吉少。这都是我害了大家。皇天在上，我江别鹤有生之年一定要查出幕后的主谋人，为武林为同道报仇。哎，花无缺，
您要不要问问这位江大侠，他怎么会一个人逃出来的啊？小兄弟，你一再的出言挑拨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我江某人也是逃过重重机关，身受重伤，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侥幸了。好，谁知道是不是你的苦肉计啊？啊！阿弥陀佛，江大侠德高望重，武林同尊，这位施主，千万不要含血喷人呐！哎，真是好笑了，他明明就是害死那么多人的主谋元凶啊，怎么你们还要替他辩护啊？啊啊！施主，你说这话可有真凭实据？小兄弟，如果你要没有证据的话，那我都要请教了。花公子，那么这位小兄弟怎么把你平平安安的领出来的？江兄好像背熟了路线的口诀。那么这位小兄弟事先怎么会知道迷宫的口诀呢？我似乎没有必要告诉你吧。有什么光明正大的事不能够告人的？小兄弟，我看你是不打自招吧。你虽然不是幕后的主使人，恐怕也是帮凶吧。你简直是恶人先告状。江大侠，这中间可能有一点误会，如果江兄有意害人，他又何必救我呢？救你出来是为了证明他的清白，也是向移花宫示好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还有，各位可认识这位铁心兰姑娘吗？阿弥陀佛，铁姑娘的令尊可是狂狮铁战。我终于想起来了，这小子是恶人谷出来的。20年前，昆仑派下七剑客在恶人谷外神秘死亡，毕派追不出凶手，多年来严密监视进出恶人谷的人物，并绘下图形。这小子的图形啊，我最近才见过。恶人谷的门下跟十大恶人的女儿在一起，还会有什么好事？好哎，捉贼的反被贼捉，这下子不好玩了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走。哎呀，花无缺，怎么了？你这是恩将仇报，是非不明啊。拿下。追。也许又是个陷阱啊，只好冒险了。恶人出谷，武林从此多事啊。奇怪，是谁在帮我们啊？管他是谁呢，这叫吉人天相，好人是死不了的。精心设下的陷阱，居然有人从中作梗。哼，你只是出个面而已，迷宫是我设计的。哎呀，我们两个是合伙人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呢？放走了最重要的花无缺，这完全是你的过错。哎，要不是姓江的那小子知道迷宫的口诀，花无缺老早就死在洞里了，连我都不知道的口诀，哎，你想这会是谁泄露的呢？你是话中有话。
你是十二星象的龙头老大，绝顶聪明，何必要我再点破呢？好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听说苏大小姐放走了那个姓江的小子。我不信，我不信孙一会帮着外人来对付他义父的。可是有人亲眼看见他在树林子里把那个姓江的给放走的。喏，这儿有样东西，你先看看。里面镜子有什么特别的？没什么特别是最好，不过我只是提醒你，你我两个既然是要携手称霸武林，我们就要同心协力。这个自然的了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件阴谋推在恶人谷的身上，我相信武林中的名门正派一定会找他们算账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两个就可以等着收河蚌相争的渔翁之利了。好极了，因祸得福啊！这全凭江大侠三寸不烂之舌啊！你认识这个吧？你用我教给你的神境烈焰阵帮着别人，破坏了我的计划。我不忍心看着那些无辜的人枉死。他无辜？要不是你传授口诀给那个来历不明的小子，花无缺早就死在迷宫里了。干爹，死的人已经够多的了。还不够，我要的是花无缺，我要让樱花宫丢脸，我要让那两个高高在上的贱人摔下来，甩他们两个耳光，我要折磨他们，我要他们痛苦，我要一步一步的毁了樱花宫，你知不知道？干爹，干爹，小英，你照顾我这个病有多少年了？有七年多了。你记得我的病是从何而来的吗？干爹从樱花宫回来，受了内伤。干爹要称霸武林，向樱花宫报仇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这个代价太大了。你关心的真是那些无辜的人吗？还是那个姓江的小子？唉，江湖上的人听到魏无涯三个字都会发抖，偏偏要对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丫头狠不下心来。干爹，这就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女啊。好，问世间情是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回答得好，你我父女果然都是痴情种啊。姓江的小子虽然出身恶人谷，不过听说倒有点门道，也许啊勉强还配得上你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得到他，如果得不到就毁了他。算算我请客，替你践行啊！你往东，我往西，咱们分道扬镳好了。你又要走了？哎呀，我们两个非亲非故嘛，你也不能带着一个女人到处乱跑，对不对啊？嗨，你都会背了。哼，好吧，那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免得我拖累你啊。哎呀，屠姑姑的话说的有道理，如果你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的时候啊，
就该你倒霉了。你看看，我遇见你之后，有多少人要追杀我们啊？不是我命大福大，哈，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。好，我死给你看好了。哎，你要是不肯走，我们好好商量嘛，不要动不动就寻死啊。大祸临头，命在旦夕都还不知道，还在这里拉拉扯扯的。不寂寞，大爷陪你找点乐子怎么样啊？哎，俗不可耐，臭不可闻，擦擦干净。不用擦了，大爷替你弄个干净。哎，别弄皱人家那么香的手巾啊！小人有眼无珠，冒犯小姐，请饶命啊！听说你们山西二狠，无恶不作，专门破坏良家妇女的名节，这点小小的惩罚，算是很便宜你们了。可是我们手上的毒，痛上三天三夜，毒性自己。如果受不了痛的话，把手砍断了也行。再不快滚，把命留下来也行。快走！哎，拍手拍手啊！这么精彩的好戏免费让你们看，还不赶快拍手啊！啊，拍手啊，拍手啊！精彩耶！你要是再不走，下一出好戏又要上演了。那时候你是主角，我会看着你被人一刀一剑的杀死，我保证我也会带头鼓掌。哎，你们听听看，哎，这个老婆心肠好狠呐，她居然把老公被杀当成好戏看。我知道啊，你对我有情有义，痴心一片，但也不能够这样穷追不舍，还出言恐吓。你知道啊，你这样做啊，会把老公给吓跑的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我都受不了了，打都打不走他呀。就算我喜新厌旧吧，总不能够始乱终弃啊，对不对？你胡说！哎，我没有胡说，夹在你们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中间，我实在是为难的啊。哟。去死好了，大功告成。哎，真谢你帮我赶走他啊。哎，你在这站一会儿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对了，你是不会武功的，哎，我来帮你解穴啊。再见。哎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。说吗？很好，你自信能够挨得起我的鞭子，那就继续当哑巴好了。小仙女招金出道以来，要的东西从来没有拿不到。我江小鱼啊，一万个一千个不该跟女人扯上关系，可是总不能说见死不救吧。臭小子，我今天非要打到你满嘴的牙不可。佳琪，你找的是我，放了不相干的人，怎么？他是一什么人呢？我是他老公，
你打我，他不心疼吗？哎呦！臭小子，怎么样？你服不服啊？我不服啊！臭八怪，恶婆娘，不服，不服，不服！来呀，来呀！臭小子，你还敢骂我？不要打了，你不要打了，不要再打他了！我偏偏要打，我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这个身子是用药水泡大的，我挨打比任何人多上千倍。哼，凭你这点道行，打在我身上就好像弹棉花差不多。不过呢，女孩子家打起人来这样未免太狠了一点了。哎呦，看你的样子好可怜哦，刚不是好凶的吗？哎呀，我看以后啊还是温柔一点的好。以后如果你落在我手里，我让你一寸一寸慢慢的死。哎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好了。放下来你！你这恶婆娘，把你吊在那儿凉快凉快吧。我叫你赶快回家去，你干嘛去惹那个凶婆娘？是她呀，跟我要燕南亭的剑谱。你有吗？我是没有啊，可是她不相信啊。放下来！哎呦，喂，我脚上的绳子还没解开呢。我知道还有一条，自己解了。后悔有期。喂，你好坏啊，姜道云，你今天不杀我，有一天我会叫你后悔的。想害我？我知道你聪明，所以替你准备了两套神圈。哎哎哎！放我下来啊！放我下来吧，快点啊！放你下来干嘛？再让你点我穴道，占我便宜啊？哎哎，不会不会的啦，保证不会啦！我可以发誓，不让你跟我，完全是为你幸福着想嘛！你跟我这个倒霉鬼没好日子过！哎，放我下来嘛！谁要跟你啊？我这个人有仇必报，很记仇的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记仇了嘛！原来你的真名叫做江小鱼。喂，你要找死啊？你干嘛点火？哎，做一尾红烧鱼尝尝看呢。哎，不要松绳子，你们千万不要乱来啊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谋杀媳妇啊？快快拉我上去，快拉我上去嘛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嘛。哎，好烫啊，我头发都快烧焦了嘛。哎，快点快点放我下来嘛，快放我下来嘛。如果你现在肯赔罪的话，我可以既往不咎啊。向你赔罪啊？做你的大头梦哦。好姐姐啊，苏大姐啊，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我服了你了，你大人大量，不要再跟我计较了嘛。哎，放我下来嘛，放我下来嘛。哎呦，现在说太迟了。哎呦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，江小鱼？你不服气的话，随时可以来找我算账。哼，找你干什么？杀了你我舍不得，想法子整你，你比我的花样还要多。不必泄气，普天下能逃得过我连环机关的没几个人。哼，普天下没有给我气死的女人，你算第一个。你真是一个很奇怪很有趣的男人。听说你出身恶人谷，是真的吗？是又怎么样啊，江湖中笑里藏刀或者杀人如麻的人太多了，比起他们呐，恶人谷那些人太好了。我也有同感，其实我们是半斤八两。你呀差得远呐，我是被十大恶人带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十大恶人加起来有多坏吗？那个人呐就是我。哼，你听说过十二星象的鼠老大魏无涯吗？他是我义父。义父从小把我捡回来养大，把他一身的好功夫传授给我，
可是从小我体质不适于练武，所以只学了一点点轻功提纵之术。听说魏无涯是个天才啊，但是个性凶残，无恶不作。哎，我义父对别人凶残，却从小连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。在你没出现之前，我的心又冷又硬，全天下的臭男人都不在我眼里。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对你狠不下心来。哼，就是因为我们身世相同，都是无父无母被恶人养大的，注定要孤苦伶仃一辈子。你呢，你比我好，在恶人谷除了有神医万叔叔真心对我好，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一个痴痴呆呆不讲话的燕伯伯。但你呢，哼，到底还有个疼你的义父啊。义父像疯了一样要称霸武林，我怕他男友善终，最近我们常常争吵，他越来越不肯听我的话，我只有暗地里为他担心。你就不要再担心了，这样对身体不好的，有什么想不开的就学我的方法，对远处啊叫三声，抱你心宽气爽，百病全消。真的真的，试试看来。哎，试试看啊。一二。搞得天下大乱了，再加上魏无涯聪明绝顶的义女，如果我跟你同游江湖啊，一定有黑白两道要来找我们的。我还是一个人走好了，再见了，你要保重了。快，你们不要过来，过来就杀了他。抓住你，是追查迷宫陷阱的幕后主使人。我老实告诉你，主使人是加边鹤。十大恶人的女儿说的话，有谁会相信你？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。多谢您大驾光临，少主。哎，谢谢华公子。少公主有事吗？没事，送铁姑娘到江别鹤的别院去。驾。铁姑娘，你不用那么冲动，不用你假惺惺。一座迷宫陷阱害死不少武林同道，而你跟那位江兄的嫌疑又是最大，现在各门各派的人都要抓你们俩，在下救你是想要保护你，绝无恶意，恩将仇报，还说要保护我，你跟江碧河一样都是伪君子。姑娘，你对江大侠的误会太深了，江碧河设下圈套害武林精英，偏偏你这个傻瓜还替他辩护，在下是就事论事，姑娘指责江大侠要拿出证据来。哼，证据？以花果滥杀无辜都有证据吗？铁姑娘，不要血口喷人。我说错了吗？江湖中的人对移花果畏如蛇蝎，就是因为你们心狠手辣，冷血无情。至少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。你有证据吗？哼，不过你说的话就是证据。你是移花果的主人，武功又高，权力又大，你说什么都有人相信。但是我爹是个又痴又疯的人，六亲不认，而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，就算被人家冤枉，也不会有人替我出头。铁姑娘，不用你可怜我。
真有人冤枉你，欺负你，我会替你出头的。晚辈见过明信大师，大师还没走。江大侠重伤未愈，老衲怕恶人趁虚而入，留下来替江大侠护法几天。在下仰慕江大侠的道德武功，本来想在登门请义的。阿弥陀佛，花少侠一片诚心，不过江大侠还重伤中，依老衲看，少侠还是再晚几天来吧。少侠，车上还有人。是一位武林同道，既然江大侠不便见客，在下也就不打扰了。明信大师对我好像也有戒心。当然了，移花宫正邪难分，他当然信不过你。现在见不到江别鹤，你打算怎么样带我回移花宫？你想干什么？停车，你可以走了，铁姑娘。你肯放我走？我既没有证据证明你跟设陷阱的主谋有关，我当然不能冤枉好人。哼，铁姑娘，要是日后证明你是帮凶，天涯海角我也一定会抓到你。路上危险多，你自己多加小心点。算账啊！儿来了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属下有重要大事禀报。什么大事？属下已经查到腿西兰的下落了。起来说话。是。属下自知武功低微，所以不敢打草惊蛇，已经把碧灵粉撒在他的身上。阿狗正在跟踪他。很好，铁西兰，我相信你这一次一定逃不掉的。叔叔说，这里应该是燕伯伯的家。想当年，必定是高朋满座，热闹非凡。上天保佑，燕伯伯早日康复。这里明明是燕大侠的故居啊。
小鱼儿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我一路追着你来的，躲也躲不掉了。藏头缩尾的，算什么男子汉呢？哼，你总算现身来见我了。拜托你啊，别像鬼魂似的死缠着我好不好？啊，我这人毛病又多，麻烦又多，浑身上下没一点好处。你说什么也没用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跟定你了。哎，你别以为自己是个宝，我非要你不可。你去照照镜子，说漂亮吗？比你漂亮的女人排队都轮不到你。啊，说温柔体贴嘛，苏英啊，比你好多了。我就这么惹人讨厌吗？你不止讨厌，还惹人嫌，也就是个闯祸精。现在啊，更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哎呦，我是好心来告诉你，有人要杀你啊！哼，既然知道到处有人追杀我，你就离我远一点好了。救命啊！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小巫婆张晶啊！哼，好的很，今天你们两个我一起打发了。哎，嘿，你别打到你自己啊！你，这件事跟你无关，快走啊！怎么会无关啊？我还打过他好几个耳光呢。他要的是燕大侠的剑谱啊！你怎么不早说？剑谱呢，在我身上，你不信是不是？这里是燕大侠的故居，我常常到这儿来看剑谱的。有多少武林高手到这来搜过，地都翻开来三尺。如果有剑谱的话，也轮不到你来看。你不信是吧？好啊，我练一招天人神剑的风起云涌。快点走啊！快走啊！就算你看过剑谱，很可惜。你刚刚才入门，小心，快点走啊！你怎么那么清楚燕伯伯燕大侠的故居的？我从小就跟着爹每年来祭拜燕大侠的。狂狮铁战，令尊为什么要祭拜燕大侠？燕大侠对我爹来说有过救命之恩呢。难怪张金以为你爹得了剑谱呢。不只是这样，我爹跟他爹比武，我爹就是用风起云涌这招打败了他。当时张晶正在慕容世家学剑，所以就把这笔账怪在我爹头上了。慕容世家的剑法果真这么高超？我正想问你，这招风起云涌你在哪学的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说来话长了，他们躲不了多久的。快动手，怎么办？哎哎哎，你收剑谱干什么？哎，这是燕大侠的遗物啊，不能烧啊。反正也逃不了了，何必便宜他呢？我杀了你！哎，我已经背熟了剑谱，你现在就把它背出来，否则我要一遍一遍地打死他。哎。你吃饱了喝足了，你总该帮我写剑谱了吧？嗯，喂，吃完饭以后应该有水果嘛，莱阳梨啊，烟台苹果啊，岭南荔枝啊，最好再来他半斤糖炒栗子。去哪？是。嗯，
还有啊，我一个人吃好无聊哎。哎，你陪我一块吃怎么样？哼，不方便啊。这样啊，哎，将就点了，铁心兰也行了。我早就已经帮你请铁心兰出来了。哎，水果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？快点啊！哎呀，真慢哦。那，只要你帮我写了剑谱，你就有吃不完的水果。如果你再推三阻四的话，铁心兰这个贱丫头，她就会没命了。哎，那正好哎。我正嫌他讨厌，想尽办法赶都赶不走他嘞，你赶快动手啊！哎呀，这下我可是解脱了啊！谢了，你不必客气。哎，这一刀画得太浅了，这么一点点血，留上五个时辰也死不了了。那再来，住手！哼，算你赢了，这么小小年纪这样心狠手辣，我服了你了。算我甘拜下风了。纸墨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你要是再耍什么花样，我保证你会后悔一辈子。小媳妇儿吧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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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六月债还得快，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吧？喂，小姐，厕所里的味道不错，多享受一下了，我走了。